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思诺，今天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给您带来又一期 American Odyssey 美国探索节目。这个月呢是非常特殊，是美国的元月，中国、美国和全世界都在庆祝新年。好，今天呢我带您去看看在美国的华人是怎样来过新年和春节的。在每年过年的庆典活动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的小吃庙会。在华盛顿的小吃庙会是以中国各大院校为集体的，代表中国五湖四海东南西北的各地特色小吃。这些在各个行业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精英，在今晚都成为烹调大师。这些由每个志愿者在自己家里的厨房制作的各地风味小吃，不仅使在移民国外多年的中国人和我们的孩子不必回国，并可以品尝到家乡的风味，也可以通过义卖为各校校友会筹集活动经费。现在呢，我在我的母校北师大的摊位，北师大呢代表我们北京的特色。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北京有哪些特色小吃。啊，请问张会长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哎，非常好，好多东西都给卖没了，已经都卖没了。哟，那咱们最抢手的是什么东西啊？应该是这个驴打滚吧。他们刚才豌豆黄，还有他们人说我们这儿可能是不要钱的，所以来了，所以来了好多好多人。这一盘卖一块钱，一个驴打滚也卖一块钱。那这个真是非常的非常的便宜，所以这已经卖了好几百块钱了。应该有好几百块钱了。那这钱当然所有的卖的钱都给咱们的北师大的校友会做活动经费。活动经费了，对，嗯。那您能讲讲咱们那个驴打滚这怎么故事什么呀？有什么典故啊？让我们鲁明那个校友来介绍。您是国内是北师大哪个系毕业的呀？化学系。哦，化学系的。您来美国有多少年了？哎呦，二十多年了。有二十多年了，还记得这驴打滚啊？怎么做？哎呦，驴打滚啊，粘米面，中间裹上红豆沙，最后再裹上那个豆面，挺复杂的，但是也很好吃。您的手艺是在国内学的记得，还到美国之后又研究出来的？这是在美国之后，我们朋友研究出来，我们都是学习的。今天一起做的，大家一起做的。那在驴打滚做的时间得多长啊？哎呦，挺费功夫的。费功夫，因为你得把那面做熟了再擀开，再铺上豆沙馅儿，再卷起来，再滚上豆粉，所以很复杂。不过大家一起做挺好玩的。挺好玩的。那还有一道是这个豌豆黄，也咱们北京的。哎，对，没错，那是宫廷御膳小吃哈。就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对对对，那个是我们朋友给做的。啊，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在北京特别有名。没错，这没有一样是专家做的，全是咱们这些校友的。对对，没错，对，大家热情都挺高的。而且咱们今天生意都特好，全几乎全卖完了。对对对对。好，谢谢你。谢谢。浙江大学呢，代表浙江一带的小吃。现在呢，我在这里来采访他们的拿手戏——浙江的酥饼。它是那个产于那个金华，浙江金华。它那个主要的特点是酥里面，然后呢，用自己家乡的那个梅干菜加上肉做的。这个是这个配方是您自家的配方呢，还是在美国之后有研究出来的？在美国之后看网上看来的。你们浙江大学除了这个酥饼之外，还有什么拿手好戏啊？那个叫做湖州千张包。哦，这千张包有什么故事啊？千张包就是湖州的粉丝加上那个千张呢，我们那个又叫百叶，里面呢是肉和那个开阳 mix， 然后呢就是比较鲜，关键是在于比较鲜。好，谢谢你。现在我们在中山大学的这个摊位上，啊，请问中山大学今年给华府的华人带来什么特色小吃呢？我们有广东馄饨、皮蛋瘦肉粥，还有凉粉。哦，听说你们的拿手戏啊是这云吞，这云吞有什么故事呢？这是我们四个 PhD 花了大半天做出来的，从除了皮是买来的话。皮是买来的，其他全是我们自己从材料加工剁馅，然后自己包的，然后煮熟。啊，您说是有四个博士生来做的？对对。啊，您这四个博士生从中山大学哪个专业来的呢？我是生物学专业的，还有两个是眼科的，还有一个是学物理的吧。所以说是博士做云吞。好，祝贺你。谢谢谢谢。
广西校友会的摊位。广西的这个特色呢是以酸为主，咱们看看他们今天有什么特色菜。我请问您贵姓啊？我姓叶，我叫叶子。啊，叶子，请问您是哪个广西哪个大学毕业？我是广西中医学院毕业的。啊，广西中医学院学中医的。对。哟，那您今天给我们这个晚会带来什么特色菜呢？今年因为不能用火，往年我们都是卖广西老友粉，特别的抢手。今年因为不能用火，所以我们就做了甜酒。甜酒是我自己让的，因为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人，所以我父母很会做这个甜酒。所以您这个方子是祖先传下来的是吗？对。请问你这方子里都有什么特色啊？我用的是广西的酒药，然后这个糯米呢，我买的是最好的那个圆糯米，是蒸熟的饭，然后用冷水去冲，冲了以后把甜酒药把它和好以后，放了24小时，特别特别的甜，反正他们尝过我的做的甜酒都说非常好吃。那您今天的生意怎么样了？非常好，已经卖完了。啊，已经卖完了，这一份卖多少钱呢？我们卖2块钱一碗。啊，2块钱，那现在给这广西的校友会已经募捐了多少钱呢？现在不知道，但是往年我们大概有400-500块钱。啊，400-500块钱，那相当不错了，这可以说是无本生意，因为全是这个校友会自己捐的材料来这里义卖。对。哇，谢谢你给我们分享哈。谢谢谢谢。啊，我是那个四川大学，我姓刘，刘杰。啊，刘先生，刘先生，你是四川大学哪个系？哪年来的美国呀？啊，我们是华西医科大学的，后来不是华西医科大学也划归四川大学了吧？所以我们就属于四川大学了。到美国大概是2002年就来了。那今天呢？你发动了多少校友来准备这些小吃啊？我们大概可能是大概有5-6个校友吧，当然，在前台的大概现在有4位在服务，为大家服务。那你们参加这样的活动已经有多少年了呢？基本上每年都参加。啊，得过奖吗？还没有，这是我们要争取努力的地方。那你们今天最拿手的小吃是什么呀？我估计我们今天可能最拿手的就是那个口水鸡。那通过这样的这义卖，大约给咱们的校友会能募捐多少钱呢？现在还没有结束，还不知道，大概可能按照以往的话可能有几百-100块钱的收入。那你们往年来说募捐的这些钱给校友都干什么活动呢？那就是说校友活动的时候作为资费的支出，比如说租场地啊，或者买饮料小吃啊这些。请问你们现在在华府啊，华盛顿有多少这个四川大学的校友啊？可能有，在我们那个登记的地方的话，可能大概有两三百个那个在 email list 上登记的。好，谢谢你给我们华府分享我们的今天你们的小吃的特色。好的，谢谢谢谢。现在呢，我们在北京的另外一所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摊位上。好，我们看看他们今天给我们的晚会带来什么样的小吃。今天呢，这个咱们北京有几个大学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你们有什么样的特色来和其他的北大、北师大来竞争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主要是帮助一个基金会组织，这个基金会组织是专门向中国国内乡村比较穷困地区小朋友学校里小朋友读书，这个资助他们读书活动的这样一个基金会。我们今天所有的捐助都赠送给他们。那你们今天这个活动确实不太一样，大多数的校友会都是给校友会和同乡会来募捐的，那你们今天这个活动应该是相当有意义。你们这头一次吗？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们计划是经常发起这种捐助性的活动，我们来资助他们，也是贡献我们一份爱心。我看看你们今天的特色菜是什么呀？我们今天你介绍一下吧。香港呀，这里是青椒腊肉，广东腊肉炒香干，这里是凉面。我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这个摊位上啊，请问您今天给我们这个晚会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菜啊？主要是这个，我们是我们用地方话讲，就是我们陕西的，有名的肉夹馍。哦，肉夹馍啊。有名的凉皮儿，是我们陕西、四川、甘肃、河南有名的名吃。
希望大家来品尝。这肉夹馍应该是真是比较古朴，在美国一般的地儿是看不到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做的呢？它用我们最纯香的大肉，就是猪肉和其他的配料，这个吃起来香味很浓，也很有口感。希望大家来品尝啊！这道菜是由您来做的是吗？啊，是的，是的。啊，这个是在国内学的，还是到美国来研究出来的？在国内学的。啊，在国内学出来。那今天怎么样卖的？销售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就我们这里排的队人最多，供不应求啊！这是我们的师傅。请问今天您的特色菜什么菜啊？陕西小吃肉夹馍凉皮，四川小吃夫妻肺片和青黄香干。哪个菜是最受欢迎的？凉皮肉夹馍。凉皮是最欢迎的。对，这是您在自己家里的厨房做的？啊，没有，家里很难做，要大批量生产的话家里没法做的。但是要保持像原纯正的味道，必须按它的古代那个制作方法，要用水冰，要蒸够时间，要和够时间，这个都要很讲究的，否则那个面出来是软的。这一点我们老板非常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凉皮特别受欢迎，就这个原因。我祝你生意兴隆啊！再见。现在呢，我在兰州大学的摊位，兰州大学啊，你可别小看他们，这个历年呢都是能达前几名的。今年呢，去年他们拿了第二名，今年拿第三名，咱们看看他有什么绝活。哟，你这兰大能够拿第二名，还真说明你一定有特色菜了。你今天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菜呀？兰州让皮子，这是五仁酥饼啊，油饼啊，什么都是兰州的，干旋饼啊什么的。这个在这个晚会上最受欢迎的是哪道菜呀？让皮子啊，还有肉夹馍，我们的肉夹馍早就卖光了。这个酿皮子，这是兰州的一个特色菜，是不是？这个特色，对。那这个做法是怎样的？这个功夫很深的，这个要把面啊，要去揉，揉得很筋道，完了要洗。洗干洗完了以后要放好多小时沉淀，完了再做，比较功夫比较很麻烦的事。那这都是在家里啊，用家里的厨房自己制作，自己家里做，都是很做了好几天了，很累的啊。您这个肯定是做得非常好，我看到你现在所有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小吃全卖完了，基本上卖光了，对呀。那就每年呢，这个让皮子不够卖的，今年大概这个外边天气不好啊。比较客人好像少一点，每天我们的让皮子供不应求的，所以根本卖不完，卖完卖光光的，就是。四川正宗的麻辣凉面夫妻肺片了哈，去年小吃第一名哈，大家一定要尝一下了啊。现在呢，我在西南大学的摊位上，他们去年呢得到了这个评奖的第一位。好，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小吃。哟，您去年得第一名，今年有什么拿手好戏啊？今年还和去年一样，是夫妻肺片和麻辣凉面。哇，这些哪道菜是最叫好的？一般是夫妻肺片比较受欢迎。我们有专门的师傅，那么他把 sauce 拌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去拿来，我们到现场的话呢再拌，所以很受欢迎。我们另外还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给他搭配，愿意辣一点的，愿意酸一点的，愿意放香菜的，愿意放葱的都可以，满足需要。这个夫妻肺片自然是四川的一道名菜啊。你的制作方法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我们是买了牛肉，牛的腱子肉，然后呢再加上牛百叶，经过煮完了以后呢，又把它切成薄片或者切成丝拌到一起，加上我们有这个葱，有香菜，我们还有芹菜，另外呢还有秘制的这个特殊的麻辣酱，另外还有醋啊什么这些的。我看您的不仅菜好，您的叫卖也特别好。您贵姓啊？谢谢。我姓李。您是西南大学哪个系毕业的呢？我是西南交大，我是航空摄影测量和遥感专业的。哟，那来美国多少年了呢？有24年了。有20多年，您这家乡的这个特色菜还没忘记？没有忘，尤其大学呢，这个生活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就是对学校也非常有感情，所以我们对大专联这样的活动也非常支持，大家来热热闹闹过个节。请问你们这大约能卖多少钱呢？一卖我们这个是4元钱一份，这个是2元钱一份，我们去年呢大概是有个300-400块钱的结余，所以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可以有校友的活动就可以有经费了。
这当然全是这同学和校友会自己在家里制作的，是不是？对，都是一些这个志愿者，大家就是自己出力吧，自己去买东西，然后煮切，挺热闹的。另外我们还有孩子来帮忙，这个呢来收钱的是我们雷鹏校友，数学七七级的啊，还有我们这个小朋友，这是我们校友会的会长的夫人。所以这不仅仅就是说咱们这第一代移民来参加这个活动，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来感受咱们中国的传统，是不是？对对对，让他们通过这个帮忙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过节的快乐。另外呢也是他们来志愿呢，我们也是给他们可以算是社区服务的一个活动。那希望你们今年呢再拿第一名。谢谢，评奖结果已经出来了，今年的话我们是第四名了。第四名，别人的话各有高招。那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华盛顿以中国各大院校为组织的校友会和同乡会，为我们这一代的新移民提供了一个所属和社区。在过去的近30年里，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不仅在美国学业和事业有成，也在美国生根结果，生育和养育了我们的下一代。最多能买两个平，原来北京买房论平不论套，房价高的要上吊。在华盛顿，人才聚集，藏龙卧虎。在每年过年的庆典活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际得奖的专业艺术家的表演，也可以看到像我一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业余艺术表演者，和我们在美国出生生长的第二代华人孩子的表演，从中国的民间舞蹈、京剧，到中国的相声、快板、杂技，无一不有。哎，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台湾来的朋友，他跟我说：“我跟你讲，你们上海这个地方啊，哎呀，雾霾太严重了，很大的。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出去迷路了，迷路以后我就找，找半天没找到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个牌子在那边哈。”我就走过去了，我一看是路标了，应该是了。后来我看半天了，哎，看不清楚了，因为雾太大了。后来我就决定了，我只好爬上去了。因为我爬上去看了，上面有四个字了，油漆未干了。后来我就去了北京，我就碰到了一位印度来的朋友。哎，就是你们那位每年在台上碰到的那位，他跟我说 ，No, I'm telling you that is not good. No, actually it is very bad. Actually it is very very bad. No, I tell you, the smell is definitely terrible.Definitely terrible, I tell you. But I like it. It makes me homesick.
参加的华盛顿妈妈舞蹈团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是华盛顿最大和历史最悠久的华人演出团体之一。此团由中国的著名舞蹈家郑小琴女士做团长和艺术指导，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将一大批中国的经典民族舞蹈展现给华盛顿的观众。歌舞团的团员从30岁到50多岁不等，全部是在各个行业的职业妇女。我们有医生、会计师、律师、研究员、联邦政府官员、IT 专家和公司经营者。我们都是有一个和多个孩子的妈妈。今晚我们给华盛顿的观众带来一个以中国传统的芭蕾舞《白毛女》重新改编设计的过年舞蹈。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来欢度美国的新年，而且呢有机会看到在美国的华人是怎样庆祝新年的。好，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同一频道再见。